蓉蓉，我收拾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行吧。哎，这家烤肉好吃，我们去吃吧。嗯，行。哎，蓉蓉，咋了？我手机忘带了，我去拿一下手机。你帮我把我的包拿一下啊。哦，行。这个小乔，怎么每次到关键时候都丢三落四的？这是买的什么呀？衣服、裤子啊？咦，不是刚刚跟他身上那套是一模一样的吗？他之前还跟我说他180斤呢，怎么我看着一点都不像啊？挺会买衣服的，你看我这才170斤，还没他胖呢，怎么就买不到好看显瘦的衣服啊？反正他还没有来，等着也是等着，我先试一下他的吧。别说，这小乔还挺会买的，这裤子弹力这么大，穿着一点都不勒，还是高腰腰头的，大肚子都给遮起来了。主要是啊，小脚裤的版型蛮显腿长的耶。哦，这个衣服也够宽松，我这样子一套穿起来应该不像170斤吧，还蛮宽还舒服的嘞。哦，难怪他要买这些衣服买两套，比我那个裙子好穿多了嘛。蓉蓉，哎，你怎么把我的衣服给穿上了？小乔，你之前不是说你有180斤吗？对啊，我看你挺会穿的，一点都不像哎。你看我穿那件牛仔裙太显胖了，你这衣服裤都在哪里买的？哎呀，我就在他家买的，他们家衣服可便宜了，而且又好穿，这腰裤才59.9块。这么便宜啊？嗯，那你这一套先给我穿嘛，回头我再买了还你，今天晚上请吃饭，我请客。那走吧。走。